行資料噶。新日期、地址，頭先仲開住咗個銀行 app 添。人哋執到你部手機，咪可以睇曬你個人同銀行户口資料咯。咁點算啊？手機有咁多個人資料，仲可以用佢上網處理銀行户口喎。唔見咗，梗係頭都戴埋啦。要做好保安措施，首先要設定好鎖機密碼，要定期更新操作系統同銀行應用程式，仲要安裝防毒同保安程式，更加唔好隨便改裝手機嘅規格啊！唔係成日都咁好彩㗎，遺失手機頭都大，保安措施要做曬。